起你手中的钢枪，让子弹穿过敌人胸膛。起来，将手中的大刀擦亮，用破风斩断敌人脊梁。英雄儿女站起来了，用生命新的力量，鲜血浸透了我的军装，眼泪划过战友的脸庞，用血汗肉浇筑的城墙，有坚不可摧的力量。这沁香楼的菜啊，就是好吃，名不虚传吧？咱们三个吃了那么多，吃的我都撑得慌了。我也撑了。老板娘，算账。哎，来了。我来，我来，你别拿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别跟我抢了，我来吧。你们的菜是567块钱。啊，这么贵啊？哎呦，去零留整，550吧。啊。哎，现在这钱越来越不值钱了。老板娘，我们走吧。那下次我们做东啊。对，下次我们回请你。走吧，欢迎再来啊。哎，谢谢老板娘。谢谢、啊、那咱们去逛逛街。好啊，慢走啊。好。嗯，小李子，哎，怎么了，老板娘？今天生意清淡，你去把红烧肉特价的牌子挂起来。怎么红烧肉又特价呀？还不是希望客人多点啊，否则我们得喝西北风了。哎呀，快去吧。行，听你的。品尝特价喽！沁香楼的红烧肉大特价，欢迎大家品尝，一咬一口汁儿，大特价喽！沁香楼的红烧肉大特价，欢迎大家品尝喽！情况怎么样？哎，我刚才从那个沁香楼经过的时候，看到他们把那个红烧肉特价牌子挂出来了。王二嫂她找我们有事。是啊，可你说这门口有人在那儿死死盯着，咱们这时候也不可能进去啊。王二嫂这么急找我们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联系上王二嫂。来，别急，让我想想。
哟，小朋友啊，我爹叫我来买菜带走。买什么菜啊？小李子，哎，白斩鸡半只，炒三鲜一份，五个馒头，快去吧。好嘞，小朋友，菜去弄了，你稍等一下哈。嗯。队长，队长，来，吃点瓜子儿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？没有什么情况，一切正常。你盯着点啊，新四军非常狡猾，一举一动都盯死。放心吧，我们一直盯着，他们耍不了什么花样。哎，这次能不能抓着新四军，能不能立大功，全看你们了啊。哎，行。情况怎么会叫小孩子来买东西？这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我经常让我儿子出来帮我买酒买菜呢。我说有情况就有情况。有问题。我去看看。哎，站住！你干嘛？什么东西？我爹叫我买的菜。拿来我检查检查。不给。没欺负他，你放他干嘛呀你？干什么你啊？凶，就是你干什么你？这关你什么事？快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我？我王协军，我王协军啊！把小贾人都抓起来啊！不是，看见你，王协军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让让让！王协军，队长，别欺负他！你别跟他们争了，不是队长，有你了，队长，我王协军，行了，怎么了你？孩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别怕了啊，孩子，注意小心啊！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有人抢我饭，我不给。做得好，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给坏人啊！钱呢？拿着啊，去玩吧。谢谢叔叔。啊，去吧。找到了。谁呀？哥，我。怎么样？过来的时候身后没有尾巴吧？没有。我们俩办事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哎，有消息吗？马生明天去仓库，这是对他下手的最好机会。二嫂呀，给的这个消息太及时了。事成之后，咱们必须得把二嫂安全的送出朝阳城去。好的。那咱们赶紧合计一下，怎么才能除掉麻生吧。哥，这就是他。你看，这是守卫，这儿没有守卫。今天晚上咱们做好准备，然后再去。我就在这儿给他放个大的。Thank you.
明天刺杀麻生对破坏日本人在朝阳城的补给站非常重要。我二嫂到底有没有把麻生的行踪告诉小分队呢？现在要去找王二嫂，让她离开朝阳城。谁？我，秦大雷。秦大哥，文秀。秦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当初是我心灰意冷，离开朝阳城。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，把翠翠跟小田的孩子安顿了下来。我越想越不甘心，而且我放心不下你。你真不应该回来。文秀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你，可是我师父仇还没有报，我不能就这么躲起来。师父被日本人害死，他死得不值。你先别激动啊，以你现在的武功打不过横田。我知道我打不过他，可是我明的打不过他，我暗的也要杀了他。我必须要为师父报仇，我要重振四海武馆，以为他在天之灵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可是我又帮不了你。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一下。你现在要出去？这外面天都已经黑了，你一个女孩家出去也不安全。如果你信得过我，我帮你吧。这件事情，你倒真的可以帮我。真的？嗯，那你说。副队长，哎呀，咱们这要守到什么时候？大家伙都累得不行了。我也不行了。这是日本人安排的任务，哎，要不你俩回家睡觉去，你怕掉脑袋啊？那肯定是脑袋重要的，就是嘛，好好看着，别偷懒，别睡着了。要是在咱们眼皮底下出什么事儿，咱可担当不起。是，盯着吧。你们俩好好盯着啊。我回家睡觉去啊！我明天一早就来，我一早就来啊！走了啊！文秀，安全了。出来吧，来，你看，走。你去把他们都绑起来，然后帮我把风，我马上就出来。好。是我，文秀。文秀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过来？文秀姐，放心吧，我把消息传给小分队了。嗯，那就好。我还有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你快说。你们今天晚上必须撤。为什么这么急呀？二嫂，你想啊，现在鬼子已经天天在门口盯着你了。而且，明天的事情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鬼子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所以你们必须撤。这，可是，二嫂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，你可得好好保护自己，以后跟鬼子继续战斗啊。你说的对，我和小李子马上转移。可是城门已经关了，走不了了。等到明天就更走不了了。
那好，你们跟我来。哦，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二嫂，来，走，快，赶紧走吧。好，走。来，都进来吧。安全吗？你放心吧，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，一般不会启用的。那就好，今天晚上你们先好好休息，明天天一亮城门一开你们就走。我先回去准备明天的东西了啊。那你要小心呐。放心吧，我会注意的。你要保重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文秀姐，我们肯定会再见的。会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哎，文秀，我送你吧。秦大哥，你不用送我了，还是帮忙好好照顾王二嫂还有小李子吧。嗯，文秀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秦大哥，我和二嫂他们都是把鬼子赶出去的中国人。啊，哎，你们是这个？你猜呢？那好啊，可以带上我吗？现在不就带着你了吗？啊，秦大哥，现在王二嫂和小李子他们不安全，已经被发现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离开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鬼子抓住他们的。我还要继续留下来，所以保护他们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文秀，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家敢和鬼子斗，我秦大雷佩服。这没什么的，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一定会跟鬼子斗的。文秀，我一直都很羡慕和敬佩可以打鬼子抗日救国的人。行，我会保护好王二嫂和小李子，即使我出事了，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出事的。那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走吧。队长，队长，什么事儿那么慌慌张张的嘛？队长，出事了！我昨晚带两个人去监视清香楼，可是有一个人把我给打晕了，还把我绑起来了。打晕了啊！什么人？被打晕了，我哪知道是什么人呢？哎，但是队长，我第一时间跑进清香楼，我发现王二嫂和小李子都不见了。你们他妈这帮笨蛋呢，就这样都能让他们给跑了？你让我在日本人面前怎么交代？哎呦，队长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咱们想办法解决吧。嗯，这会儿城门还没开呢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跑不掉。是，你通知各个岗哨，哎，不能让任何人出城，然后所有小分队给我仔细的搜查。我去找板田少佐汇报。是。还好，跟往常一样。二嫂、小李子，一会儿你们自然点，出城应该没问题了。好吧，走吧，走。停止放行！停止放行！所有人不许出城！关门！关门！快点！队长，站住！快点啊！等着往后退！没想到二鬼子行动这么快。是啊，二嫂，咱们怎么办？难道咱们再回去吗？实在走不了，只能先返回去了。看时机再说吧。那咱们先走吧。走。走。快。
小姐好，你好。怎么样，一切顺利吗？哎，顺利顺利，哎，非常顺利，非常顺利。哎，麻生先生来了。马生先生，坂田少佐也来了。嗯，听说今天有重要的货品运过来，我陪马生先生过来看一下。货都到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马生先生，里面请。看看去。哎，这个，这个是粮食。哦。那位，那个是，那边是个药品。啊。还有这位。这个也是药品，打开。哎，好嘞好嘞。你看，小心！
田少佐。坂田先生呢？有人刺杀麻生先生，少佐已经带人去追了。啊，这儿也出事了？王金彪，到底什么事？这里已经够乱了，如果是小事，你自己处理。百合香小姐，可不是小事啊！昨天派去监视庆香楼的人，夜里被人打昏了，醒来一看，王二嫂和小李子跑了。什么？八哥，你们都是些废物！二位息怒，息怒，息怒！他们跑不了，我已经派人把城门全都封锁起来了。他们在仓库刺杀麻生先生，在庆香楼营救他们的联络员，看来他们是有计划的行动。我的行踪是保密的，新四军怎么会知道？百合香小姐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徽章，先把他抓起来。徽章，我是冤枉的，这个你得信任我。文秀，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。会长，会长，我是冤枉的。王队长，带走，带走。哎，走走走走。会长，我是冤枉的。会长，我是冤枉的。会长，会长，我是冤枉的，会长。彪子，这么多二鬼子守着，这情况看来是不太妙啊。哎，影子呢？哦，他受伤了，先回客栈。严重吗？还好，就擦破点皮。走，回去看看他去。你真的怀疑文秀？会长，你想想，知道麻生先生行踪的人，除了军部的人，就是我们商会的人。除了文秀，我们还能怀疑谁？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会长，我知道他曾经救过你，你对他很信任。但是如果只有今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您对他的信任应该有所保留。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庆香楼的王二嫂和小李子是共产党新四军。只要能够抓到他们，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嗯，现在我们只有抓到王二嫂和小李子，才能查出真相。快进来。哎，二嫂，你们暂时再躲一下吧，我出去探一下风声。如果风声不紧，我们想办法再走。行，我倒不是担心我自己，我就是担心文秀和小分队的同志们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，行动是不是成功了？你出去，顺便再打听一下。好嘞，你放心，这些我都会打探。但你切记，你跟小李子千万别出去，我有消息就回来。行。行，那我先去了。好。嗯，好。影子，幸亏是擦伤，不然会出大事儿。吴影，这回啊，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回。师爷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说这话，不见外啊。不是，我蔡彪你还不知道，那是知恩必报啊。
算我欠你的啊。哎，我发现你俩这还挺上了啊。你说都是兄弟，谁有难了谁不去帮吗？不是，那当然得帮啊。哎，宁都问你，仓库的雷为什么没响？我这不是琢磨着怎么隐蔽吗？我就找了根绳子，这绳子不知道让什么东西给绊住了，我一拉它断了，这雷就没响。这雷要是响了，不但麻生没命，坂田、百合香都没命。但后来这坂田不是追我吗？我随手又扔了颗雷，炸了。不过我真不确定这坂田死没死。妈的，算便宜了这帮小鬼子了，就算让他们多活几天吧。英子，哎，以后弄什么东西你给我检查好了。哎，哎呀，不过这回出门啊确实是不顺利。你们看这沁香楼关门了，还有这伪军把守着，二嫂呢又不知去向，现在城里边风声那么紧，我估计他们出不了城，应该是躲在什么地方了。这样我呢去打探一下他们到底躲在哪儿。哎，我去吧。行了，你呢好好照顾影子，还是我去吧。秦大雷吧，你是无影的兄弟白大哥？没错。哎，你怎么会找文秀的？白大哥啊，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是文秀让我保护王二嫂出城的。我们今天出城的时候城门已经关了，我们只好退了回来。我现在来找文秀，一是担心她的安全，二有些事我需要向她打听一下。文秀应该不在家。哎，王二嫂是不是跟你们在一块儿？对，她跟小李子藏在一个民居里。好，现在带我去看她。好，跟我走吧。白大哥。啊，白小虫子，见到你太好了。你怎么找到秦兄弟的？哦，我们是在文秀家碰到的，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哦，怎么样了？麻生死了吗？这家伙命大，又让他跑了。哎呀，那文秀怎么样了？有事吗？我跟秦兄弟去找他了，他还没回家。哎呀，会不会被鬼子抓起来了？哎，二嫂，你怎么这么肯定啊？也许文秀晚一点就回家了呢。其实文秀这次心里很明白，不管刺杀麻生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鬼子都会怀疑到他身上的。那他现在不是很危险啊？不过鬼子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一时半会儿应该还没有生命危险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咱们赶紧想个办法救他呀。是啊，白三儿，想想办法吧。二嫂，这个你别担心了，不单单是文秀，你还有小李子，我们会安安全全的把你们送出城的。白大哥，我是相信你们的，但是现在风声这么紧，出城不是那么方便啊。是啊，现在影子受伤了，全城又大搜捕，风头这么紧，我们现在不能行动，所以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再待几天，然后我们再把你送出城。白三同志，你也不用担心我们，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
我们不能再给你们什么帮助了，文秀也只能托付给你们了。二嫂，这个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因为鬼子现在还没拿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所以文秀暂时还是安全的。昨天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时间也很紧急，我来不及听你解释，所以我今天来看看你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其实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得到了会长的信任，可能是我太天真了，因为只要商会出事，我就是个替死鬼。文秀，你不要因为生气就口无遮拦，你知道我是真的信任你，才会让你参加商会的机密行动的。会长，以前我一直都很尊敬你，我也一心只想为商会做事，可是我没有想到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在自掘坟墓，因为我不管做什么你们都不会真的信任我，所以走到今天是我活该。文秀，你关在这里只是暂时的，只要我们抓住新四军的那个联络员，就可以证明你的清白。来人，在！你们要好好对待文秀小姐，她要饿了就给她送吃的，她要冷了就给她加衣服，绝对不能亏待她，不能让她受苦。是。白大哥进城这么多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不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行了，别瞎猜了，我已经让柳飞进城去打探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队长，报告队长，刺杀麻生的行动失败了。什么？那白大哥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暂时安全，不过还有件事情，庆香楼已经关门了，王二嫂他们不知去向。庆香楼也出事了？王二嫂应该已经暴露了，要不然她不会离开的。现在白大哥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也不知道这个王二嫂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。方叶、柳飞、香儿，马上进城和白三取得联系，配合他行动。好。好。队长，我也去。你不行，你伤还没好呢，好好休息吧。我已经好差不多了。听话，子月，等你伤好了，有的是行动的机会。放心吧。我们马上去。队长，我们先去了。好。
嫂有消息吗？二嫂找到了，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啊，那我们得赶快护送他们出城啊。就是啊，现在城门那边封锁得特别严，带着二嫂现在出城，那不找死吗？所以啊，现在就只能避避风头了。影子，你啊，正好趁这几天休息休息。嗯，我估计聂队长发现咱们没有联系他们，肯定会派人过来协助咱们，所以啊，现在只能等。好，明白了。正义在我胸，荆棘飞舞，寒风白雪中映着光。千里线坚定了信念，一腔热血奔沙场，写在勇做英雄，仰天笑恩怨了。明月照路遥遥，清河一两年刀，笑里藏刀，人心险难了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傲骨豪情比天高。风萧萧，雨飘飘，浪滔滔，烟渺渺，热血沙场，生死本无常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身傲骨豪情比天高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身傲骨比天高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身傲骨豪情比天高。风萧萧，雨飘飘，浪滔滔，烟渺渺，热血沙场，生死本无常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身傲骨豪情比天高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